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达悟区青年部今年农历春节假期中举办2016年达悟区会第七届达青联合特会，主题为永恒的爱。2月11日至12日为期两天，在兰屿乡渔人部落兰恩文教基金会青少年活动中心盛大举行。联合特会主要对象为12至40岁的达悟青年，内容有敬拜赞美、闯关游戏、生命见证及3对3斗牛篮球赛，约有80人参加。达青部长也由教会主责传道周深统筹。在活动结束前，周深传道以他实际所见分享如何活出神永恒的爱，来勉励达悟青年。听到有一个年轻人经过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可怜的人，他说你跟我没有关系，他就离开了。就是有一个高中生看到他的时候，你们二楼都没有人关心他吗？他就拿身上的1000块真的去帮助了他。我看到的时候我说，哇，我这个人很像没有这样帮助过人吧，只有认识的人我才去帮助他。希望通过这个故事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真的是怎么样去爱人，去帮助人，这样的爱也就是永恒的爱。好，以上是国都复兴报达青联合特会报道。